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呢是另外一个佞臣，这个佞臣呢就是陈方克，大汉奸啊，他的哥哥就是现在大陆正在莫名其妙被炒得火热的陈寅恪啊。本来呀，我们是不想谈这个人的啊，因为这个陈方克这个人是第一丧失国格，丧失人格。我们任何对他的研究都涉及到是不是要对他漂白啊，而且现在对他漂白的文章还非常多，出现在大陆的公开的报纸，甚至什么中国文化报啊，这种大的机关报上也出现，可见中国究竟你是抗日的，你还是汉奸政府投合日本的一伙流氓文人啊。我们看现在大陆的报纸上叫什么，陈寅恪之弟陈方克竟是潜伏在伪政府的卧底，陈寅恪弟弟曾是伪装者缅怀陈寅恪先生啊，什么陈还出版了诗词啊，陈方克诗词集，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有脸把他的诗词集也整理出版啊，他那里边有大量的诗歌是玩日本女人，你们也注解了吗？你们如实注解出来了吗？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公开的嫖娼啊，玩弄日本女人，而且专门后来又跟日本军一块集体去嫖娼南京妓女，这些诗歌他都写了，你们也收进去了吗？你们是不是陈方克诗词集里面如实的向读者介绍了陈方克的这些艳体诗词啊，这些流氓诗词呢？介绍没介绍？所以我们有必要啊，稍微的还原一下这个大汉奸究竟是怎么回事。1938年3月29号，南京伪政权成立，梁鸿志大汉奸啊，任行政院长。梁鸿志当了行政院长以后，11月，伪南京政府亲自出钱出资，派人去接陈方克全家到南京，看见没有？多么的异常！伪政权派人派钱出资接他去南京，我们想想，当陈寅恪全家逃在香港的时候，他不停地跟国民政府要钱，什么意思？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这个弟弟被南京政府居然都如此的爱财，花钱给请到南京去，你国民政府难道还不掏钱请我回来吗？那个时候请记住啊，陈寅恪已经当了几个月的伪香港大学教授，也就是汉奸教授。38年11月29号，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南京伪政府。12月1号，日军驻南京总部给陈方克发布了聘书，聘请陈方克为南京政府教育部编审委员啊，相当于国民党所谓的国府资政这个角色啊，相当于我们大陆所说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个级别待遇啊。然后勒令他，我们做勒令啊，是我们应该明确的说，是日本皇军下令让这个汉奸参与主持伪中央大学的筹备工作，代表教育部，日本和汪伪的教育部，由陈方克亲自主持参与中央大学的筹备工作。这个时候得意洋洋的陈方克就给陈寅恪写了信，陈寅恪正躲在外面啊，躲在广西啊，所以呢毫无疑问是劝他来南京啊。这封信至今后来在陈寅恪书信集里面，陈家人不敢公布，通过某种渠道我看到了这封信。
所以我还给陈家留着脸面呢啊，我还没有更多的机密，我已经出版的这个六本陈寅恪研究的书里我还没拿出来，我还有货要兜。那么陈寅恪给他回信怎么说呢？说逆介绍先生来广西中央大学或者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看见没有？这封信被公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封信是陈寅恪劝他这个弟弟啊，你不要在那待了，那是汉奸身份，您还是到这边来吧，这边重庆有个中央大学，您可以到这边中央大学来当教授啊，不一定在南京，或者您就到我这儿来吧，啊，我这儿西南联合大学啊，傅斯年这边总管一切，你到这边来也当教授也可以啊。我们看看没有，当时已经大汉奸了，陈寅恪居然劝他弟弟啊，说你来吧，你到这边来。言外之意是，这边我有人啊，有傅斯年，有于大为，我有人给你安排。好的一面是劝陈方克赶紧脱离伪政权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当时陈方克可已经是大汉奸了，你陈寅恪怎么敢舔着脸把他介绍到国统区继续去当教授？你有没有基本的国格人格？你们不是这么多陈寅恪的书里边吹牛逼吗？啊，什么陈三立有人来动员他来拿扫帚扫走啊，什么陈寅恪怎么誓死骂日本鬼子，不都是什么史郭鹏来一伙流氓文人在吹牛逼吗？为什么这个大的事实你们装作看不见呢？那这里边我们接着看啊，我这个打开我啊，这是1939年5月1日，陈方克又成了南京伪政府的考试院委员啊，教育部专门考试院，另外一个啊，考试院国家考试委员会考公务员的，成了考试院专门委员。到了1941年1月1日，陈方克正式成了南京伪政权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艺协会的理事和实际负责人，而且创办了国艺月刊。这个国艺月刊就是日伪政权的中宣部，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啊，就这么一个级别，你们听明白了吧？相当于大陆时文革期待的红旗杂志，相当于现在的求是啊，就这么一个级别，它叫国艺。这个刊物的总负责人又是陈方克，这个刊物从头到尾发表的都是什么东西呢？全部都是给日军大屠杀做粉饰的，歌颂的都是中日亲善，日本皇军的英武伟大啊，南京在日本统治下的歌舞升平啊，这些诗歌我就不重复了啊，因为看了恶心呕吐。最让中国人民不可容忍他的是1941年秋天南京大屠杀出现以后，日本在南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南京大屠杀和及占领南京入城仪式啊，陈方克领着南京所有汉奸文人全体登场，现场给所有日军将领画画、写书法、写对联、写诗歌啊，合影、赠送留念，这大批的汉奸文人通通粉墨登场，领头的就是陈方克。这个时候，陈寅恪的老爹据说啊，这个时候死了。陈寅恪全家送丧，陈方克躲在南京，居然不回来送丧啊！所有吹牛的陈三立是被抗日饿死不吃饭了啊，要抗日的抗日死的，完全无视他的儿子，
为什么你们不敢如实揭露？这个时候，陈寅恪的儿子，啊，陈三立的儿子，陈寅恪的弟弟，正在南京大屠杀那儿粉墨登场，歌舞升平，歌颂皇军呢。我就举一首诗啊，陈方克在现场写的，七律，醉夜楼宴集韵。他是眼前看到很多日本将领带着一大批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在那儿举杯庆祝占领南京，于是他就写了这么一句，义军红粉负情多。听明白了吗？义军指的是日本皇军义族嘛，红粉这些和服美人们负情多，个个都在啊，又扭又摆又诗情的啊，看见这个没有？然后连着几天南京被日本举行大庆祝啊，占领南京大庆祝，陈方克天天陪着日军逛妓院，南京有名的妓院，从日本妓院到南京本地的啊苏杭美女所有的妓院玩个遍，一边转一边写诗。其中有一首诗，听我念念啊，追欢佳日情先泪，感世穷年泪已多。你看见啊，追欢佳日，我在一接二连三的嫖娼啊，一个的来嫖啊，陪着日军一块啊。这汉奸已经汉奸到这份上啊，已经拉着日本皇军不停的在干中国女人了，到这个份上了啊，他还感世穷年泪已多啊，激动的泪水都下来了，大家看见没有啊？这可就是陈方克啊，就是所谓的独立之精神啊，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弟弟啊。我再说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梁启超的话，被陈寅恪剽窃的，根本不是什么陈寅恪的思想啊。我们再看这个啊，他的这个弟弟，从此以后抽大烟嫖妓女，然后是给日本皇军写诗歌写书法画画写对联，是他在南京这几个月期间的日课，天天如此啊。到了1943年7月16号，陈方克居然成了国民政府秘书。这个秘书，国民政府秘书，不是大家理解的一般的什么秘书啊，准确的说，相当于我们今天大陆的叫中央办公厅主任，在汪伪政府里他是秘书长的意思啊，当时只是没有加个长字，当时就是叫国民政府秘书代行啊，这个总长、总秘书长、总副总理大臣这个职务啊，所以这个职务相当于大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或者说国务院秘书长这个职务。这个级别这么高的大汉奸，在大陆出版的《陈方克年谱》里边，居然说这对先生展开地下抗日活动应该大有帮助。你他妈扯淡啊！你简直是他妈的给汉奸舔肛门还不嫌臭，是不是？他什么时候陈方克给他妈地下搞过地抗日活动了？从头到尾啊，都是一个大汉奸，彻头彻尾是集浪荡公子、流氓汉奸啊，臭流整个腐败文人不可救药的这么一个人物，就是应该一枪毙掉的人物。但是居然啊，后来有人给他揭底，说什么呢？他到了成为南京这个国家国学图书馆馆长，他是不来上班的。你知道他不来上班吗？你有证据他不来上班吗？他为了养家啊，他是被梁鸿志拉着养家的，哪个汉奸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们这么给他揭底的人可是21世纪的中国学者呀，你们的道德良心呢？你们很多人还是所谓的党员、党校教授，
你们起码的对得起 CCP 嘛，对不起共产党对你们的培养嘛。就是这样一个大汉奸，1945年以后居然逃脱了汉奸指控。为什么呢？因为于大为和傅斯年跟陈家是姻亲关系，处理他于家傅家脸面不好看，仅此而已。陈寅恪也被接回了，也被接回大陆了。当时香港的国民党驻香港大学的党支部，国民党的党支部啊，亲自去监视陈寅恪 N 多次，最后无比巨大的汇款汇给他，让他再走，再不走就要啊，你自己考虑吧。终于走了啊，这也证明了当时陈寅恪国民党员身份啊。1929年加入国民党的陈寅恪在当时日本占领香港大学期间依然保留着国民党员身份，所以香港大学的国民党地下党支部秘密的去联系陈寅恪，互接送他出来，就是为了当时他还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国家公务员啊，他的姻亲有于大为有傅斯年，别给这些国民党高官一点脸面，仅此而已。然后有些人又啊炒作什么他是参加了军统啊，帮着什么什么输送情报啦，后来日本还把他考严刑拷打呢。我跟你们大家说，那个时候所有的汉奸都是这样的被戴笠的军统特工，明确要求你，你给我去干什么事啊，你不干立刻毙了你，逼着你干，但不等于证明你是军统，你连外围都算不上，你只不过是为了保命让你干一件事儿，仅此而已。而就仅此而已的这么一两件事却被国内的陈粉粉饰什么陈方克是军统特工啊，严刑拷打也不招啊，你们真不要脸啊。还说什么受到了国民党军统的表彰，我查了全部国民党档案啊，关于戴笠的，关于重庆的，关于陈方克的。第一，陈方克不是军统，也没有代号。第二，国民党任何一个组织没有表彰过陈方克，倒是查到了很多对陈方克汉奸的举报。这么多年来，大陆一些伪学者啊，一些强奸历史学的臭文人、共产党员们啊，党校教授们，就为了给陈寅恪涂脂抹粉，就不惜掉身价，把陈方克大汉奸彻底的漂白啊。解放以后，陈方克为什么逃脱了汉奸指控呢？是因为两个人帮了大忙。第一个是周恩来，周恩来在留法期间就认识陈寅恪，也认识间接的认识了陈方克，所以他对陈方克的照顾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建国以后为什么上层的各个领导不敢整陈寅恪，整不动他，就是因为周恩来在作梗，所以造成陈寅恪有恃无恐，敢于写什么你要让我当中共所长啊，我就不能搞马列主义，这些话在非常多的人被继续吹牛。可是你们知道吗，是谁在站在后面支持陈寅恪呢？是江青和周恩来。江青看在于启威的面子上，于大为的哥哥，周恩来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让郭沫若让康生不敢怎么地他，康生除了敢不出陈寅恪的书，仅此而已，根本不敢怎么整他。第二个保护陈家的人就是陈毅，陈毅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啊，一听说陈方克在上海市有人汇报他有历史问题也有汉奸问题怎么办，这个时候陈寅恪
就跟周恩来联系了，然后就决定放他一马，所以就成了立刻陈方克逃脱了啊，解放以后所有的整控啊整肃，居然成了南京图书馆的研究馆员啊。这就是陈家关系硬啊，到今天为止这个秘密依然被不被人所揭露，今天我如实的告诉大家是这么个原因啊。国内很多的陈粉们啊依然还在不明就里，继续鼓吹陈寅恪，继续鼓吹陈方克是军统特工，希望看了这个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把我这个节目转达过去啊，让国内的学者了解真相。在本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您感到满意，请订阅本频道。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每天努力制作节目的最大支持。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了解世界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进程。谢谢大家观看。